这回的应该有录像，当然，除非那个比例跟我过不去，那样的话就传油管。我们把断肢关了是吧？据说好像断肢是可以关掉的。PS5 声音还挺响。模的保存的数据，普通话有没有广东话？英语简体中文，繁体好还是简体好啊？怕简体翻译有点问题，字幕还是开电视，帧率优先，帧率优先。忘记啊，隐约可见。不隐约可见吗？最高亮度。稍微亮一点点。几乎不可见。我操，那么暗，那不行，我得让它稍微亮一点，避免在黑咕隆咚的那种场景里看不清楚。玩四吗？这个就是四，视觉、听觉。确定，这个不需要，同意。哎呦，看完才能同意，同意。看完，没有 Capcom ID。哎，自动存档。行吧，开始游戏，获得新的手提箱，定制手提箱，豪华武器，扩展版。藏宝图，奖励内容，游戏模型，已经有了吗？136，这个好升二啊，这个 UI 感觉就是升二里的，哟，无法储存，它这里别老跳出来这个东西行不行？这是小模型是吗？还有 Honeygun，来设置一下。之前我玩 demo 是哪一种来着？A1 A2 R1 跑步，R2 开启枪射击，不对，是应该是 R1 无法传输数据，暂时终止，这能不能别烦？装填，R1 装填。还有2秒准，耶、yeah！怎么没有？全是 L 2秒准，不对劲啊！这个 PC C1 是吗？R 射击，瞄准，是这样的吗？以前不是 R1 那个举枪方块射击吗？这是2005吗？这个 C1 跟我之前 demo 玩的好像不太一样啊。一键切换，蹲伏一键切换。长按快速转向，奔跑，后夹叉，招架，这什么？按 L2 招架，按 R 招架，连打指令，辅助瞄准关闭，晚上好，自动装填开启，重置倍率。关闭。先开着吧。自适应扳机开启。
习惯于2005年的玩家控制的类型，那不可能是 L2 瞄准，从来以前没有 L2 瞄准这回事儿。那他不管现在怎么换，他都是 L2 瞄准 R 设计，这几种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好像。A1 是 R1 奔跑，这个是 R1 只是同伴，就是 R1、R3 和圆圈什么叉稍微有点区别了。按叉奔跑，主要是这个叉奔跑不一样是吗？圆圈蹲伏，R3 只是同伴。圆圈奔跑，视角反转。显示帧率优先，光线追踪不需要了，要么开启，可以开启吗？开启是亮度那个啥的。帧数就不对了，这是啥东西？屏幕中心有一个点是吗？可以不用，墙。弱就行了，背景透明度。显示提示，激光瞄准红色，类型 A，景深，毛发质量，哦。NGC 版既然全是 A 键啥跑步是吗？但是我觉得之前 demo 版不是这样，demo 版有一个是以前那种什么 R1 举枪方块射击的那种。怎么会这样？语言。楼下传来砰砰声，哈哈哈，这个好啊。高透明度。音频，音效音量稍微低一点，开枪太响了。耳机，控制器的喇叭关了。别共享，共享啥都连不上网。哎，说起来这个可以那啥的来着，断肢关掉来着，在哪儿呢？没有吗？好像没有吗？有断肢设置，我没看见。总不是语言吧？应该是显示或者视角，但是好像都没有。哦，受伤显，效果显示，是这个吗？这是自己受伤啊？这是自己受伤啊？直接都爆开了。没有，没看见，反正没看见。关掉网络再重进一次，这样的。
标准、硬核、精通2005的人，未玩过，推荐未玩过，未玩过和精通之间就没有一个玩过，但是不精通啊，是吗？关掉网络再来是吗？断肢开的挺好，我没找着这断肢哪关。渡鸦可还行。辅助音频打开，什么东西开着？我没看见那个东西在哪儿，以及操作方式好像跟之前 demo 也不一样了，它这个 ABC 的这个都没区别了，都是 L2 瞄准，那还要设置个屁。一键切换我没看到那个视角显示，哪有这个受伤效果显示，是这个吗？受伤效果看上去像自己受伤，视角开到最大，视角是啥？视角速度加速，视角范围，哦哦，懂了，这个可以。视角摇晃，这叫什么？不可能，这他妈无障碍，怎么可能是无障碍呢？刚才说是什么？音效是吗？音效辅助开启，好，就这样。暂时没找着，就这样吧。标准。不祥的吟咏声，吟诵声，他额头上怎么有一个什么东西画的那个光明教，别硬核，翻车是很正常的，为毛呢？September 30th, 为什么我没找到这个断肢？ It's a day I'll never forget. The cop inside me died that day. That night, Raccoon City was wiped out, thanks to the bioweapons created by Umbrella. Somehow I made it out, but too many others weren't so lucky. I was asked later to join a top secret government program. Not that I had a choice.Training, punishing missions, nearly killed me. But at least I kept my mind off everything. If I could just forget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the pain. 对，王阿姨躺的地方。For a second, this time it can be different. 热情的弗拉门哥。这个音乐原版挺好听的。So tell me, Yankee, why did you come to this horrible place? As close to nowhere that I've ever seen. Let's just say, looking for someone. That someone must be very important, huh? The chief gave the orders himself. Help him, he said. I'm sure your boys didn't come all the way out here to roast marshmallows. 哇，他们西班牙人英语不错啊。You have a strange sense of humor.I'm gonna let you in on a little secret, just between us. A lot of people have gone missing around here, and it's been that way for a while now. Well then, should be just another day in the office, right? I mean, last week there was a search for some missing hikers. I'm sure you'll do your best to help me.
西班牙文中文好不好？那要看你开的是啥语言了。说起来，如果你选了西班牙语，那西班牙里头那些村民会不会说别的语言？捅大水冲了龙王庙。标题没忘，改了呀。You smoke？ 中配可不可以？不是很在意，但是我看不惯白人说中文，就像看不惯黄种人说英文，有点奇怪。你可以试一下林红蝶说英文，或者奎托斯说日文。看上去是哪国的人，他就应该说哪国的话。他刚才给了一个什么视角，一个布袋子，他怎么管自己走了？他不是方便一下吗？别瞎跑啊！突然之间无线电也受到了干扰。小年轻，你怎么了？小年轻，哎呀死他，哎呀死他。Maybe you better go and take a look. 配音原教旨主义者说的是。Wouldn't want to get a parking ticket. So much for helping me. 都是男的，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尿尿？怕尿到警车吗？这不是。这次有毛驴也是驴吗？哇哦，第一章。还能说话吗？寻找未归的警察。回不去了。哦，他有一个转身有一个粘滞，就是你如果本来在跑的话，一转身他会继续跑的那个动作，直到你把那个摇杆推回来，非常细腻。有蓝牌吗？应该有吧，我也不知道，我又没玩过。帧数不太对，得把弹幕机切到后面去。不对劲，应该是跑步，应该是长按式，啊，差不多。二一装填，举枪，三角开箱子，方块互动，圆圈互动，方块怎么是互动？对啊，肯定是老游戏的感觉。就算你选了那个按住，它也是就是用左摇杆按下去 ，L3 按下去的话，它也是不用一直按住按下去的，它还是自动会往前跑。但如果说你是按叉的话，按叉的话就是按下叉它就跑，松开叉它就走。原版转的很快啊，重置版转的慢一点，转的慢点应该真实一点，但是从游戏来讲它不是很好用。哎，那个虫子不是被摘出来了吗？不要乱讲，里昂还会那啥呢，皇家守卫还会剑圣，
老是谈连接失败啊！啊，我把它关掉了，骗子带没了，嘿嘿。对，又放下快递了，怎么办？永远都捡不起来，捡一下又放下，捡一下又放下。向哥，晚上好，到家了呀？电影好看吗？我明天去看。Anyone home? 人设四代都出超能力了，有吗？啊，你说的是3.5那吧？是3.5吧？生化3.5，生化3.5再往前应该是那个版本，先做了鬼泣，对吧？先做出来，先根据设定，哎，感觉这个不太对，然后就做成了鬼泣，然后又做了一个，就是生化3.5，是恶灵古堡的风格，但是又觉得不太对，然后。谈推倒重做了，然后就做出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白天，就没有那么多恐怖要素了。哪个门？哪个门？2.5啊，也不是2.5，跟二没关系，那个版本。那是1.5是那个重做的，1.5是被完全推翻了。那时候克莱尔穿那个摩托车皮衣，Sorry to barge in like 买的是 this. 数字版。Busco a un policía. Vino aquí. 鬼泣那个版本应该没有编号的，就是鬼泣啊。这个放剧情的时候，我的镜头老晃什么？我都晃头晕了。哎，这个不是那个吗？哎呀，我的震惊小刀！你光头是谁？光头不是神谷英树，是哪个？对啊，你要是这个自己玩的时候晃来晃去就算了，播这个动画的时候你别老晃来晃去，像啊。这好像是没有必要，就是不知道为啥，硬核难度吗？当然不是，开什么玩笑，国际警察，国家警察。有录播吗？有，初见肯定是闹猫，啊，我一般都是闹猫。对呀，神谷英树，光头和三上真司，光头和神谷英树。自己和自己搭伙儿，发录播吗？有的时候会发。他叫你去举枪射击了，说明不对劲，有人要来了。
哎呀，我不应该戳这一刀是不是？应该直接挣脱啊。是走这儿吗？啊，走这儿。有东西捡吗？ Shit， 好像没有。柜子里的草没看见。Our intel was correct then. Well done. Need a location on a nearby lake. She may have been taken there. Copy that. I'll see what I can find. Hurry up. Something's happened to the people here. My escorts are. Gotta go. Talk later.Myself out.他怎么不跳下来？回不去了吧 ？Demo 好像我试过。那房子还有啥？没看见，他是不是要往那个人出来的房间里进去？还是说暗杀一下？这个乌鸦不是说不给钱了吗？不给钱就算了是吧？黄桶是可以，黄桶是可以那啥的，是破坏的。钱，乌鸦还是得打这样的，哎，这不是打字机吗？定制手提箱，新的挂件，豪华武器，我去，这个喷子。有啥挂件？手枪弹合成奖励触发率30%，手枪几率掉落提高，比赛塔币掉落几率提高。这个 L1 是啥？哦，是这个意思，回收子弹的武器。还有啥？也就这个，就这装备在左侧。哎，还可以换挂三个，有点不对称。怎么是偏的呢？挂这儿吧。买了豪华版吗？没有，普通版。但是我买了一把枪。和那个藏宝图，我觉得其他豪华版的东西没有用。手枪弹药掉落率提高，明明刚发售，你们打那么快？没有，我刚开始。这是什么？枪钱掉的几率增加，枪那一开始还是枪掉的子弹掉的几率高一点比较好。怎么没子弹？这个光有钱也不能用来打人。我买了数字版的普通版。但是看了一下豪华版的
奖励，发现那个枪还挺想要，还有那个藏宝图，我就单买了这两样。18小时，那么长时间吗？赚钱没事，过了村再说吧。老长了，哎呦 ，shit， 怎么这样？那泄露爆料的人不是说八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我操，神枪手！这是啥？这看上去是像上面有一个东西掉下来。火药，晚上好。视角优化不那么好。合成哦，杂项是啥？啥也没有。自动整理，虽然老玩家不需要，呵呵，没有没有。要说需要的话，也是可以需要一下的，就是我这样的，我操，宝宝还挺多哎。扩展宝藏是说除了那个原版的宝藏以外还送别的，是这个意思吧？还挺好，额外送一点宝藏，花了钱了，就是氪了金，氪了金就多点东西。是谁？暗杀一个行不行？操！你的捕兽夹，耶！补一刀。总觉得有点帧数不是很足，是什么不是很流畅？哎呀，确实在这方面老父亲还是比较牛逼的。对啊，有点卡顿，我也觉得有点卡顿，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哦，有可能是因为我开了录播。嗯，难道录播关了就会好？哎操妈，怎么回事？有可能是 OBS 的问题，我不确定。
之前 demo 玩的时候好像比这个顺点，没有那么明显的卡顿。买了还没时间玩，他这脑袋掉了一个，他上面插了好多个脑袋，不知道流程长不长。刚才哥们说多少小时？20多个小时，还是10几个小时？10几个小时？18小时？瞄一眼，瞄一眼。被烧了，被烧了。Holy shit！ 啊，22个小时，那我玩的话估计30个小时，因为我大概有8个小时在理东西。会做视频吗？那就不知道了呀。机会要不要打一击？妈的！完蛋！这个动挣脱的动作还挺真实。不好意思，走错了。打腿绕背可以背摔，这样的。打扰打扰，确实打扰了。先拿这个喷子呀。电锯触发肯定要触发，但是不一定要打，是不是？好，好危险，呵呵，好危险！咦，这什么东西？嗯，快捷蓝，打死一个电锯哥，那你牛逼啊！嗯，这个枪怎么说，放到登陆快捷栏的左边吧。嗯，然后这个应该放在右边，不对，这个应该放在下面啊，这样。
固定的一颗雷。好像炸的不是很好。我操！该补一下了。哎呦，嘿嘿，操，被连招了。吃个药，还有啥可以利用？哎，这火牛呢？他妈的！哎。闪开！哎呦，牛逼了你！卑鄙的跨栏人，还行吧。哎呀，没有杀掉电锯，主要是第二个，第一个雷扔的不太好，第二个人还凑合，至少炸到电锯了。这一脚踩的有点出戏。开饭了，开饭了！你打死好多，操！为啥？主要是上二楼的，有点墨迹。报告，轻车熟路。哎，我刚才是不是吃了一个红绿？不应该吃红绿的，好像。在那个房顶跟他们绕着打，是吗？钱。Windmill. Copy that. And be careful. First out. 该搜刮了呀。红绿之前拿来卖，你丧心病狂啊你！
哦 ，Ruby， 这个不是以前打电锯掉的吗？红黄绿以前卖10000了，还是多少来着？嗯，这边走，药不够吃。对呀、啊，肯定一周目先把体力上限升满了再卖。你这。这还有蛇吗？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出蛇吧？要出也是后面出。切割过的宝石镶嵌在宝物上用，这样的。红宝石也要切割了，现在。这是哪儿？这好像是我来过的地方。嗯？怎么还有？蛮有惊喜的。哎呀，刚才开过这个。没有这个圆就是切割过的。哪个圆？可嵌镶嵌于部分珍宝，他写了。啊，他写了。这里以前是个黄草，是吧？这次现在井还能下去吗？还有井吗？这井已经不能下去了。Demo 里面藏这么猥琐的东西，对啊，触键，破片手雷，哎呦，这是随机掉的一个破片手雷吗？厉害，弹鱼，这个匕首总感觉忍不住想要插别人，其实这样不太好。耐久还是挺珍贵的，一个没忍住就插入了。其实那个柜子我感觉倒是不用推，对吧？这个柜子我觉得不用推，没什么意义。一楼进来应该拿着东西，这边一个哇一个手枪子弹，然后这俩桶滑了就是直接上楼，这样路线稍微优化一点点。这边出去，这个上面还有没有东西了？这边还有个梯子，这烟囱上面以前有个手枪子弹吗？小刀耐久没了怎么办？就不能用了呗。咋保养的？妈的，这还保养？开玩笑呢，这还保养？是咋样就是咋样呀，从来不保养。我说起来，那个高塔还没上去呢。这个房间应该去过了，然后这个房间，好像打佣兵的时候可以进这个房间来着，可以守这个高塔。守这个二楼，哦，这个是要两人协力的，这样的，会有录播吗？会有，咕咕咕咕咕，击打了会怎样？会掉东西吗？哎，这里怎么有一个东西？这怎么上来？击打了掉东西吗？这地图没改过吧？嗯，改了一点点，基本上是一样。Ashley， 这边过不去了，这边就是这边，那边不太一样，走这儿。
对呀、啊，你肯定第一遍自己玩，然后后面再这个看剧情啊，看视频啊，看分析啊，攻略啊什么的。哪有第一遍直接看攻略？先云啊，学生时代是有，买不起，买了先云一下，等有钱了再自己买。这个东西可以花吗？哎呦操！杀不到。没掉东西。自己玩打不过，笑，笑了。也有这样的，哎，打我干啥？妈的！哦，这可以，镶嵌宝石。操，被九老人打了，家庭暴力。戳爆一只鸡，全村鸡来复仇，那不是绿帽子林克吗？这个游戏应该不会。啊，就这一个绿草。我之前这个，我之前 demo 的时候上来，结果被村民热烈的村民给弄下去了。原来这里不用村民，它也会掉下来的。原来这里不需要村民，它也会自己掉下来，然后梯子就上不去了，就捡个绿草。这散弹枪拿了吗？霰弹枪拿了。哎呦，刀的耐久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嘞。也没拿到那个火药调和的东西，那个小零件。demo 打的那一次好像掉的东西还多一点。生化会做视频吗？嗯，不一定，估计是不太会，没有这个精力了。现在年纪大了。哟，无缝读盘呢，可以的。这里会有 QTE 吗？就是那种大滚石头的那种。哦，这不是风车吗？我操，这不会有人吧？我已经听到有人在说话。这个是我记得以前有打蓝牌的一个小农村的小农庄。唉，手枪掉了垃圾。九老师会玩这游戏吗？不知道，大概率是不会的。那个可破坏筒的不用特意用刀，这样的。就可以用枪托砸一下。灰猫晚上好。佣兵的话，四月几号来着？四月几号免费 DLC？ 能不能暗杀他？哦，暗杀掉的耐久不多。珍珠项链在风车上，别打到粪坑里了。不会进去撞个满怀吧？
先把外面的干。牛，还有猪猪，他怎么没有聆听？我想用那个聆听者的那个模式。没有乔尔厉害。哎，这个人在拉屎。封面文字没改，怎么没改了？猪和牛老猛了，别打他们呀，不要跟自然界为敌呀。哟，有个白猪哎。大家说，中国人常说时间有如白猪过隙，有臭味啊，就这个是吧，掉粪坑里就完了是吧。那怎么样把粪坑盖子盖上？直播的标题改了呀，不是改了吗？怎么没有板砖乔尔专用呢？盖不上，那要空中接住吗？看那个时机啊，我操。小鬼子进村了，哟，这儿也还需要一个钥匙。这是还是那个房间是吗？这是蓝牌子的委托吗？毁掉这些悬赏任务，蓝牌四处悬挂蓝色徽章，尖晶石三个啊，就是一共五个。这里有人吗？我操，怎么这样凶残，我先不过来了。耶，物资小小零件，这个东西能合成啥来着？手枪子弹是吗？还可以合成霰弹枪子弹，我现在有多少个？我有12个，刚好可以合一个霰弹枪子弹，能拆的，这样的。黄、绿、红、黄，红黄能直接吃吗？不可以的吧？哎，直接合这个吧。哎，爽。黄草是增加血量上限，如果没改的话，原版是增加血量上限的。现在就那个屋子里还有个人是吗？没有其他提升，没有其他人说话。大妈死了。Holy shit！ 那怎么办？从这儿进去。便是锁门。这边是锁门的，从那边走呗，从上面进去，哦，从这儿上面进去，哦，那就是还是要走那个有那个爆炸弹的那个地方是吧？
但地图还是改了一点的，有点似曾相识，但又不完全一样，挺好的。这个窗口可以打中门上的锁，这么嚣，这么嚣张，那你不是被发现了？不要被发现。那这个炸弹应该还可以利用一下呀，你直接就不用了呀。哎，来来来来，看标题还以为死亡搁浅，你再仔细看看标题是怎么说的。嗯，死亡搁浅他已经放下了，放下了就意味着没有了。阿爸晚上好。这个墨是再捡起要等两年，这是什么东西？哦，要放个东西。哦，然后这里拉一下，那个门就开了，是吧？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这个齿轮。这个门是干嘛的？这个应该是去那老太太屋里的。哎，这是，这哪个地方？这地方不太对劲。这跳下去了。哦，有个宝藏，我看到了。跳，呵呵，有宝藏了，开玩笑，又有物资了，生化五重置再放下，是酒壶，哎，要去添宝藏，看不出来第几张啊，那说明不是很熟，呵呵，那确实还是能看得出来是哪一部分，但是。有，这能戳掉吗？这个，哦，能戳掉。我看到蓝牌了，等一会儿最后打蓝牌，别急。我看到了，我蓝牌一个没打。嗯，你没看到我蓝牌一个都没打吗？有 ，Holy shit！我都不知道来的是个啥，先跑了再说。哎呀，怎么办？这是死路啊！啊，行，也行吧。哼 ，You guess what？ 哎，哪刷出来的人？哎呦，我的屁股！牛头马面！哎呦，真是。巨猛也不过如此。哦 ，shit！ 被触发底力了。哎，这个时候刚好可以用这个了。耶！被打得触发底力了，
他是要蹲下躲是吗？气势披带。原版没有这个怪呀、啊，这什么什么逼玩意儿？洗了，Holy shit！ 哎，别抖，别抖，吓死我了！哎呦，菜刀，五。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是这意思吗？二人转，哎，只要有一个梯子，我跟你说，就不会死。只要敌人，他也是要爬梯子的，就没事儿。就是，感觉是电锯哥呢。门口是个蓝牌，是的。哎，这里头是啥组合啊？可以镶嵌宝石，这个呢，这个也可以组合，各有一个宝石，等见到商人再组合吧，不着急。这个是不是可以扔掉了？已经还可以出售，我操！行，可以。好，可以安心打蓝牌了。刚才不是很安心啊，现在终于安心了。总感觉有敌人没死。Blue medallion. Blue medallion. 能省很多格子，为啥？蓝牌又是换手枪吗？不知道。八招。哟呼！捡到便宜了。还有一个啊。存档没有色带，要求吧。哪边还有一个？这房间应该没东西吧？说起来，二楼还没去过。地图有啊？不，不要在地图上找。你破坏了游戏乐趣。鸡能摸蛋吗？鸡。有的时候以前会下蛋，但是现在我反正玩到现在还没下。不是豪华版，是一部分豪华的版。怎么说这个？一部分豪华的是什么版？这次有速通奖杯，好像有。哎呦，又要这个东西，豪华低配版，对，就是有点豪华的版。就是人家氪金一抽十个，我单抽
这是啥？这不会是捕兽夹吧？好像不是，我好像也没有蓝牌。有送两把武器的那个，我只送了一把武器，我买了一把武器，确切说是。哦，Steam 就多50就买了。和原版有点点不一样，重置里碍事里不碍事。哎，鸡蛋来了，同志们！哎，说的鸡蛋，白壳的，少量生命值。有没有鸡蛋达人？是不是还有挂坠可以增加鸡蛋掉落的？对，我就买了武器和地图，别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了。那什么衣服也不咋好看，就没买。现在打人还有奖励，是奖杯吗？哎，我觉得应该先用这把吧。那你怎么了？别打我！什么玩意儿？怎么打人呢？小点声，是吗？睡觉。这样的比较贵。你不能比我直播声音还大。啊，你直播声音挺大的。我挺小的。你妈自己说话多大声都不知道。最后这个蓝牌，它不会是在地图那一侧吧？那我在这儿找半天没有用。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地方是风车转过去的地方，有一个。都在这儿，这样的。Shit， 找不着了，要无耻的看一下地图了。伤口复兴，我打掉一个了已经。伤口复兴还有第二个。不会是藏在猪屁眼里吧？你，菊花里有没有藏蓝牌啊你？小棚里面这儿有一个，我打掉了，还有第二个。这个小棚子里的，哦，我看到了，你妈的！野羊不够高啊！改，悬赏任务完成会怎样？到见到商人才给奖励吧。好，这个地方应该没东西了，走吧。我存一下，别着急。我录像断一下。